飞到另外一个人的那个这个身体上啊，或者有这样又飞回来这个东西来上的话，这都是认为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由普特求罗我执的概念。而这个当然我们不要谈到应神派的普特，这就是以下部派所认为的普特求罗我执，一直到秩序派他认为的。那依叔本的普特求罗我执是说什么？我们会有对这个叔本一个普特求罗我执说，我认为说这是刚刚讲的那个好像可以脱离运体的这个东西，我呢可以去享用这个东西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，可以做到东西。就像我说，我看到大家的话呢，我对大家都有升起一个初分的普特求罗我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觉得说，好像我看到的我啊，是我自己都没有，从来没有思维到，好像可以认知到说，哦，我是一直这个运体而有的，我都会认为，当想到我的，好像有另外一股的东西在独立的产生。和大家都是我这个东西所看到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依着我这个普特求罗我执，大家也我也沿着大家有一个普特求罗我执的，而这个我爱执是什么的话呢？就不仅说这是我享用，我可以看到大家，因为这样子我把它执着，这个就是我的我执的。和当然我看到我这东西当中，假设大家是我的亲人或者我的学生，我会觉得说，哦，怎么今天有听到外面有一个人批评说，哎，你看。儒生法师教出来的都程度都那么好，哦，又洋洋得意了这样子，哎，这因为是说哦，我教出来的，那我们这边就与众不同，这是我爱子的作祟，好像说哦，这是我的受用了，这一部分是我与众不同的，好像比人家还在大家给一个赞许的话，我就洋洋得意了。还有人家就说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怎么儒生法师教出来的程度都是这么差啊，这样子，啊，我这个人是谁啊？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因为有一种我爱子的在这成分呢。这我爱子不仅仅是在我的身上，好像我爱取我这个，是说，我不管我的受用，或者我当中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好像说我要去保护这个东西，与它有一个刻意的一个好像要与众不同，好像我特别的去注重，特别去爱护。和与别排斥，和有当然有很多我们要爱护的，可是他有排别的，刻意的抓住这个地方，和越说越紧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我爱执了。可是到我执的不一定有这个概念嘛，我执就是我把我这样看过去大家，而有这样执着的话，这就是所谓的我执了。可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之后呢，很容易就会。产生说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这个范围的，这是我跟别人的不一样的。啊，你不能碰到我这个东西了。像我说，实际我们常常去看法会或什么，以前的话，大家会不会说，本来空间就是，或者说不是？可是我坐下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这好像这个四方的形，这周遭都是我的了。啊，你只要把东西放在我这个地方，或者你的腿靠过来一点的时候，那就开始要瞪人家了，这个就是说，开始有个我执，把这变成是说，哦，这是我的范围了。哎，你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，哦，这个是你不能犯，哎，你要把它去除掉的话，这是我执跟我爱执两个都结合在一起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是说，有我执就会，我爱执是跟随着，好像如影随形的，真的跟着来讲的原因就在这边了，这样子。当然，有些人是什么也没有我执，可是还是有我爱执的话，有没有也有嘛？像我们说什么像。小圣的阿罗汉来讲的话呢，他不一定会有我执的，可是还是有一份我爱执嘛。他没有这个好像说独立的这个产生，可他会有一个说我他的我爱执什么？他是说我要好像说我一定要得到解脱了。为只能为我一个人的这个字我这边要得到解脱的时候，他的我爱执还有，可是他的我执都已经去除掉了，就我执的说什么好像说有一个独立的。哦，不需要依靠运体的这一切的呢，这概念它虽然是没有的，但可是在我与他人当中，我还是重要，我比人家更重要的，更要独立的，更要产生的，它会有一个我爱执产生，但不一定有我执。所以，我们所谓的我爱执的这个心态，不能说100%是错误的，它也有它的正确的这一部分的这样子。可是，常常是因为它有一些是正确，可是有一些是错误的。错误的多得多，可是它会影响我们做更多的，快乐的啊，或不，有不究竟的想法，是依着这个我爱之而产生。可是不是说它100%啊，或者全面性都是所谓的我爱之都一定是错误。那但是我们
我说这我那时候也很大疑惑，说我爱只是到底什么？和我跟我们的老师去请教很多次，和这些老师那时候我们两个说出来的想法，和我跟大家讲，和不敢说，我不敢说我是100%正确了，不敢说，可是我也是尽量按照的经书的去跟大家讲说，我们认为是说什么？因为，我们一般来讲说，小圣阿罗汉的话，他也把我执、我爱执都去除掉了，和应该说没有我爱执，还没有去除掉，可他有去除掉某一份的我执的 我执的以这一部分来讲，是从这个概念上去想，因为我爱执来讲的话，当然，颠倒的我爱执的这一部分来讲的话，小圣阿罗汉都去掉了，就是跟我执的合在一起的这个来讲，可是有一部分的正确的我爱执，他没有去除掉是什么？就是说他想要说 自己一个人快乐，自己一个人去求解脱的这个概念，因为这个提到是说什么？我们在应审派会讲到说，没有一个所谓的是，应该说是反所有的错误的颠倒的心事呢，都是所谓的烦恼障了。啊，这是小圣阿罗汉都去除掉了，那他怎么还会留下一个我执呢？哦，就是说他有留下一个正确的，没有正确的那一份的我爱执还存在了，他不一定要去除掉。我举一个什么例子？我们按照经书的例子来讲的话，比如说，我先用我们一般熟悉的词，大家可能会去想的话，我说中士道的心，用道次第来讲，中士道的心是我们应该修的吗？应该修的，可是以一个修持大圣的人来讲的话呢，中士道的心是应该要舍的，是要断的，是不应该修的了。他应该是要修共中士道的心的，中士道的心都要去除掉了，是不能的这样子。可是呢，以一般来讲，我们是不是说中士道心呢是还要应该要修的啊，或者下士道的心是大家应该是要修的啊？可是以中士道的人来讲的话，下士道那个心都是要。要舍弃掉了，这不是那个都是不对的啦。所以同样来讲的话呢，以为自己希求解脱的心来讲的话，应该都是我们要修的啦。可是以一个菩萨行者来看的话，这个才是要说这应该要断除的、要遮止的，这是对他来讲是不正确的嘛？一样的概念来讲的，这是做的那样子。所以有一部分小小的我爱子来讲的话，它是可能是正确的，但是普遍的。我爱执的话，它都是跟我执的相差相融在一起的，很难好像把我执跟我爱执扒开的，或者只要有我执的话，我爱执一定会跟着来了，这样子，应该可以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在色类学里面常常讲三句心嘛，哦，有我执的话，我爱执会就会跟着来，而有我爱执不代表一定就会有我执的啦。谢谢个其他。哦，一样了。我们一般来讲呢，所谓的有些人会说"我爱子"啊，"爱我子"啊，因为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什么？因为，应该说我们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因为我们常常以前看到经书的用词是"我爱子"啦，我因为我爱子的话，有可能是中文的话，它有一点是把。名词、动词颠倒顺序了，因为这个比较是说从藏文的直接，我们藏文就是说我爱的执着这样子，可是以用比较中文的顺序，应该是说爱我执嘛，因为有先有动词，再有名词，再一个执着去做，可是它已经变成一种专有名词，大家就已经习惯了说哦，我爱执跟他应该是因为我爱，因为什么？因为。大家好好的方面，大家比较不习惯，所以大家都是用说爱他子，没有所谓他爱子，比较很少用这个，就是爱他子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按照我们中文的文法去做，是说从爱他和这样子一个执着。可是我爱子的已经变成一种好像专有名词了，可是它跟中文的文法是有一点不正确，应该是爱我子，这个比较顺中文的文法。可是有些就是虽然。中文文法不对，可是已经变成一种公用的名称，它就变成，所以，可是实际上来讲，它指的就是一样的一件事情，不管是我爱子也好，爱我子也好，它指的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呢。
好，那有一些书本，我想说我介绍了好。刚才想到哈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他是说哈，他这两个法，一个是色法啊，空是指什么？空性，是空性。那它的色究法，竟意，它的究竟意。色法和空性，色法是存在的，那这个法哈，究竟意是不存在的，是不是这样是想？存在的。这个不是法我吗？那个空啊，第二个空，色不异空的空代表什么？空的这个东西，色不异空。空的是什么？是在空性的意思，所以色它存在的话呢，它也一定是无自性的了。那这个无自性存在呢，不可能是它独立的另外好像飘渺在虚空这个东西，它的存在的表现体现出来是什么？也就在色的这方面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嘛。色它本身的存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是无自性的这个存在的。所以这个来讲是色不异空嘛。空不异色，空的这个体性所产生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它的本性虽然是空性呢，它在我们的面前体现出来或者化现出来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色法了。那这我们后面会讲到，这是一与一的简则，我们会一与一的简则会讲到这一部分，第那四个科判。第四个，那第二句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听到是说，它是体性一，但是繁体是一，有个别存在的。这在我们第四个科判都会讲到的。这四句的解释，详细的解释是在后面的第四个科判，我会详细的介绍那样子。这个问得很好，可是我们这是在下一堂课应该会快速的要介绍的。那我想说，我们最后的10分钟，我教一点新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教一滴滴的新的那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上次应该是来讲的话，我们是以把前面的科判，第一个科判就是说，讲说二谛的区分，跟大家略略去介绍。我们现在要介绍说，区分上的它的为什么是分为二谛，而没有第三谛啊，或等等来讲这个时候。我想说，我先念一下，我们再解释。他就说，第二，由区分上而数目决定成立，所知品为二谛数目决定，定是甚真实义。三摩地经说云，就是说我们来讲的话，所知在所要知道的这一切的这些来讲的话呢，我们都可以分为说决定或确定，就只有分出了二谛了，没有第三谛的。这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说所谓的甚三摩地真实三摩地的里面来讲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世间智者不他闻，以此二谛而教说，即为世俗与圣义。第三谛者，毕竟无。看，他说什么的话呢？他说，世间智者，就是说，了知一切的啦，了知一切的这个世间的这了知一切的这个的一切佛陀来讲的话呢，他不用透由，因为这藏文的话，它应该这个有一个连接词，是说，世间智者这本身呢，他不需要在他人，不需要透由他人去听闻了，他已经了知遍知了一切了。他是什么的话呢？他是透由教授的，教授所有一切可以总摄在，或者含在说以二谛而去宣说了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凡是所谓的世俗的话呢，也即是他这边也即是就是圣意，就想说他说什么的话，凡是有世俗的存在的话呢，也一定要是由圣意的体性，也他的体性也是所谓的究竟意来讲的话，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，它是有两个并行在这一切，所以在任何的道理里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都可以说，只有世俗跟圣意的，没有这个第三者，是说所谓第三谛者，毕竟无，就完全是没有的，没有任何的来讲的，但同样也讲说，又是说又如上所引据，所知品亦为此世俗谛及圣意谛而尽，看他是说，
我们在上面是不是说，我们上面在引的父子相近会经里面有讲说，所知品亦为此世俗地及圣义地而进嘛，在这边的103页的第四行吗？哦，八十八页，好，对不起，好，88页的，所以上面说所知品亦为此世俗地及圣义地而进嘛，就是说同样的，在这本经里面呢，也讲到说，只有这二地，没有所谓的第三地的那样子，而这是它的主要是说，这个前面以上是说二地为什么是可以，为什么说所知只有分为二地呢？是透由经的证立的，就是他引用了这两本经，就是《父子相会见经》以及所谓的《圣真十义三摩地经》而说。下面是怎么主要的？下面是说什么？他是用，应该说用证理，怎么去证明的？因为上面只是用经教说，哦，经书里面说了，是二谛，没有第三谛。可是我们怎么用证理去证明说，有知所知只能分为二谛，不能分为三谛？那我想说，我们下一次就是从这个来讲的话，和这边来讲的，因为。也不要说是现在这个概念，应该是说是宗大师以前是没有的概念。很多人所谓的圣义地什么呢，就完全是没有了。是所谓我们可以被了知的这个一切呢，都是所谓的世俗了。或者像到此时此刻都还有很多人讲说什么，他说什么哦，只要有去了知就是有相的，所以有相是要被破除了，一切法是无相的，代表说是没有的哦，不能被了知的，圣义地是不能被了解的，是不可说，不可证、不可思、不可言的，这才是所谓的圣义地。一说出来，一讲出来，这就不是圣义地，这就是世俗地来讲的话，这不是这个来讲的话，这不是综合大师的概念，或者这不是所谓的。宗大是所谓的缘起性空的概念，有很多的就是错误的去了解的二谛的，但一直从以前印度到现在，还有很多的人去解释圣义谛都是这样。他说所谓的空性是什么呢？就是都不存在了，没有了，因为有思想，所以才变成世俗的话呢？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不是我们所谓的宗喀巴大师对二谛的概念的。他所谓的二谛概念，就是所谓的一个是真实，一个不真实，一个虚幻，一个不虚幻。这个它是颠倒的，或者它是相辅相应的话呢？所以等于是说，好像，可是要有真实的话，也要有一个不真实东西的对比，才会有一个所谓的真实嘛。所以圣义谛是要依着世俗谛而有，可是世俗谛的本身，它的最究竟的本性或者真实义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所谓的圣义谛的，这两个是合并的，在一起的。这一件事情的不同的体性的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二谛了。还有，我想说，我们下一次用证理去证明的话，我们用怎么一去建立？我们上次、下次再跟大家讲的这样子。和大家如果特别有对二谛啊，或对所谓的空性啊，或对所谓的这种好像所谓的我们普特伽罗乌瓦或法乌瓦不清楚的话，大家可以尽量提。我说不用觉得好像说我解释不出来，或者我如果我解释，假设我解释不出来，我还有很多的老师可以去帮忙，我可以去帮大家问。但如果来讲的话，应该是我要想办法尽量的帮大家去解释的清楚一点。特别对空性的东西来讲，应该我们以前我常常大家以前有听过我课的就知道说，我们的老师是跟我们讲说什么的话，他是说。真正来教的不是应该把很玄的东西讲到更玄，或者很难的东西讲到更难，那不是教书的目的，而是说应该要把很难的东西用很贴切的例子来了解，用这个例子大家可以会意的时候把它推一点的就到那个地方了，而就是这样子而已的。和第二个老师说，哦，大家有很多的教育和很了解的话，应该不是说好像我来宣教跟他，大概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互动，有一种这样子的交流的话，对大家虽然可能看起来上的不多，或者说好像，可是至少可以把很多的不清楚的概念慢慢厘清，这才重要，而不是说好像哦介绍一些新的名词，可是到底是代表是什么？
大家都还不确定的话，这只是累积的名词，没有任何的一种好像感觉，或者没有任何的消化的话，这也没有用了，那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这边。还有我们过完就是过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都停课嘛，我们到初五就是大家的第一次的法会，还有我们到再下一个礼拜的话，我们才是星期二才会有现观专员。然后想说我们在二月份就把二地教完，从三月份我们可以开始讲四地了。大家以前如果没有听懂四地，或者不了解四地是什么，或者对四地有什么的疑惑的话呢，我们会慢慢开始介绍四地。和因为有二地的建设，有四地的建设，和再重新再去了解三宝是什么的话，应该对三宝的概念就不会那么的模糊。像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说，以前尊者悉拉达克说，每个人念诸佛正法众尊尊都会念，那你们心中的佛宝是什么？你心中的法宝是什么？你心中的圣宝是什么？他就说，哦，这一尊就是佛宝了，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法宝了。寺院里面那些僧人就是僧宝了。尊者就在大笑了，就说，这就是所谓的佛法僧了。那代表说教育还不够，那还不够，要每个人都可以耳熟能详的，像我们在上课前的诸佛正法众尊尊都念得出来。可是实际上现出来是什么的话，哦，如果还没有接触到的话，那对比较可惜的，就是说三宝到底是什么？和三宝的建立关键在于四谛上面，由四谛才可以有办法建立出三宝。没有建立出四谛的话，我们说三宝等于就是一种迷信的，或者一种另外一层的东西的。就像之后那个拉克人说的一样，佛跟天人有什么差别？没一样啊。是像我们现在普遍的在台湾的看到的，我不要说拉达克人，我们普遍在台湾的现象也是啊。他说，那你去庙里面拜的佛，跟你在旁边的那个宫里面拜的土地公有什么差别？一样啦，一样啦，那对不对？都一样的，对，烧香拜佛而已，都一样的。实际上，他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建立在四谛的建立上。如果知道四谛的这个道理来讲，或者四谛是什么的关键来讲的话，就会知道说这些的世间的神跟佛的它的差别在哪里，跟僧宝的可贵性在哪里，法宝的所谓的正规在哪里的话，尽量。所以我们想说后面的未来的这个半年的话，想说跟大家介绍是主要在介绍是二地四地跟三宝，这个来讲的话还比较容易跟大家介绍。和这个建立起来的后面的三精进啊，所谓的五眼六通啊，跟见道修道，那就容易了。这主要的是这三个建立起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的话呢，后面这几个就非常非常容易去建立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就先到这边，和大家请回向这样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